这个叫十轮金刚。十轮金刚啊，它的用意啊特别的大，里面这些都是我们叫做啊装藏粉啊，都是装藏粉，这些都是正宗的。那么十轮金刚，十轮金刚呢有百万种福报，百万种利益啊在里头，所以不管什么生肖都可以配这个。啊，有些人说挂在包包啊，有一点大。说实话啊，我感觉如果挂在包包有一点大啊，有一点大。但是你要挂在房间也是一样的啊，也是可以的。办公桌、房间、客厅都行。同样，如果挂在窗口的地方，挂在窗口的地方，它就跟八吉祥是有一点不同的。我们叫十轮金刚啊，十轮金刚这个非常非常好。如果我们心有一些不如愿的东西，我们可以啊摸一摸拍一拍，所以这个放在我们的床头是可以的，或者只要放在床头这样子，比如说我们出国，对不对？你们出国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带去，绝对能够过关，里面不没有铁，他们也 scan 不到什么滴滴滴的东西，直接的放在我们的床头旁边，所有的那些孤魂野鬼啊自然而然就要离开我们。老人家在这个房间当然啊健康特别不好，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十轮金刚啊，可以用十轮金刚来帮他。有些人专门犯小人，他们也可以用十轮金刚来帮他。那么如果你的 office 的 table， 你有 office 的 table， 你可以这样子挂在那边啊，就这样挂着，让这个十轮金刚一直对着你，如同什么呢？加持，一直加持着我们，一直对着我们，一直加持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挂在门把，也可以挂在门把，啊，这个是爸爸的，那个是妈妈的，你就挂不一样，啊，这非常好。车上呢也行了啊，但是这个大多我们都建议挂在房间。那么，如果你想要整个，整个这个衣服。衣服啊都受到这个加持的话，你也可以挂在衣柜里面啊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它有一种味道啊，它那种味道不一定是不一定是你喜欢的哈，因为它的味道呢是不是说香水的味啊，它是真正的在藏族里面他们的装藏之粉啊，他们的很高级的天王粉装藏粉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。十轮金刚，如果房间有小孩啊，有小孩啊，健康很不好，老人家健康很不好，老婆健康很不好，我们都可以挂在健康不好的人他的床头，这个非常好，这个是非常好的。